现在的人真没素质。哎，你听说没？最近这附近总有怪事发生，这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吧？净瞎扯，怎么可能呢？大哥，人哪儿去了？救命啊！卡糊涂老师，您在干什么呢？编凉席呀，香蒲梗做的凉席最舒服。单说，等您编完，夏天都过完了吧？那就等明年夏天用。来肉了！任我！探测到失踪的舒灵，神奇小队，集合完毕，开始变身。出发！到达异常地区，飞船准备降落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们来救你们啊！那好像有人。哦吼！我无天天来也！以我的浅见，那是个垃圾袋啊！讨厌的垃圾袋，竟敢害我出丑！这个植物梗根状，茎乳白色，叶片条形，雌雄花序紧密连接。这不就是凯糊涂编凉席用的那个草吗？是香蒲。没错，蒲穗俗称蒲棒。蒲棒完全干后，其细小如毛，蓬松如棉，外力作用下会爆开成为一大团蒲蛹。嘘！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。因为香蒲梗每次的攻击时间间隔是有规律的，找到规律就可以躲避攻击，就像跳绳一样。哦，三二一跳，三二一跳。
这么多垃圾啊？救命啊！快来救救我们呀！你们需要我的帮助啊！是啊，快帮帮我们吧！如果遇到困难，你就翻翻书，翻翻。开启传输。啊？塑料袋有啥用啊？我在垃圾站还缺垃圾袋吗？要学会换位思考。你们是不是扔垃圾了？对，他扔可乐罐了。你不是也吐口香糖了吗？我们得尽快处理掉这些垃圾，才能出去。这么多垃圾，那哪儿捡得完呀？放心，没有我们神奇小队完不成的任务。来分类吧。神奇彩虹蛋，看我的！无敌防御盾！我也来帮忙，我也来。树灵，树灵，跟我回家吧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树灵归位，万物如常。别被发现了，天天你来吧。黄河入海流，一秋千。